玄德久别无恙，却是因何到此？备在平原，闻知伯归兄与袁绍相争，何来相助一臂？好，好，有忠贤相助，何愁袁绍不破？子龙，来，我为汝引荐。刘备、刘玄德，乃汉室帝胄，旧日与我同师从鲁子干，乃我同窗挚友。身后二人乃玄德结义兄弟，关羽、关云长，张飞、张翼德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啊！云在乡里，亦久闻三英大名，不期今日会见。惭愧，惭愧。这位少年将军，方才似是在镇上见过。敢问郎君是？此乃赵云，赵子龙，是我河北少年英俊。虽然年轻，武艺却不俗。前番正乃子龙力战文丑，方才解我危难。真乃少年英杰也。使君谬赞。稍后营中设宴，各位莫站在外面叙话。玄德、子龙，请。请。谢将军，将军请。海燕，伯归兄，不知这位是？此人为胡族使者，乃刘伯安为抚恤胡族派来跟随于我军中，玄德不必在意。这群女子宴席献舞，却舞姿如此拙劣，岂非看不起我等？听闻公孙将军有一女儿，能歌善舞，才貌动人，定胜过这些下等舞伎多矣。不如让她来为我等跳舞出行。是何身份？你敢在此口出狂言？无妨，今日既有父亲与叔父重逢之喜，父亲又新得了子龙这般猛将，女儿愿献舞一曲以作恭贺。三位叔父，好，好，贤侄女不必多礼。见过子龙兄，今日战场上幸得子龙兄相救，阿贵方得脱出援军包围。阿贵，就是阿贵。世上竟有如此美丽之女子。汝便是救了我子子的赵子龙，如何这般盯着我子子，好生无礼。
教云失礼，失礼。子龙兄勿怪，我名公孙越，家父治军严谨，军中不以亲论。同军之际，也不便常与女儿身示人，故军中只唤作阿贵。阿旭，莫对恩人无礼。咱有言在先，商议军务战法则可，若是别有所图，那可不行。这小子倒爱黏着子子，也怪他子子平日里太宠他。小儿不懂事，子龙莫要怪他。无妨，无妨，少将军天真率直，也无需责怪。今袁绍羽翼渐丰，界桥一败，吾虽未伤根本，只恐难再轻易南下。那伯归兄今意欲如何？吾欲暂退渤海郡。何不还居蓟县？不可，吾若以败而归，料想刘国安定不能容我，蓟县不可轻归。会如此？刘伯安素有名望，颇多善政，而伯归兄能征惯战，守御一方，两位正是幽州公公，怎会生闲至此？善政，说来话长。其实刘伯安与吾有隙久矣，就在他这善政之上。玄德也知幽州地处边疆，历来多东吴之患，吾族不识我汉家礼仪，不讲恩义，我朝强盛时，彼等尚可折服几分，若一旦时势有变，必成大患。吾率部北击边湖而名重天下，与吴类可谓仇深似海，而他刘伯安自从上任，只知一味怀柔抚恤胡类，却罔顾我将士心意，更不做忧患之思。吾素不喜他人怒，他也既无兵权在握。哎，两位在同一地为官，具有才干，若能彼此配合，正是百姓之福。伯归兄与其又无深仇，纵有嫌隙，妨尝试化解。罢了，且先不提此事。吾与他虽有隙，若屯军渤海，他亦不敢怎样。渤海郡北靠幽州，能守吴之根本；东临大海，全无忧患之余；南接平原，可通清徐之盟；西抵河间，一阻袁绍兵锋。此地实乃河北要冲，无论进退皆可得矣。玄德歇息数日，可还居平原。吾当上表见玄德为平原令，以为唇齿。伯归兄既有命，备自当相从。而子龙年少有为，且先入吾帐下精锐，一从军中；白马一从精善驰射，却少冲阵猛士，子龙可多费心教习。阿贵虽甚得吾爱，毕竟不能始终领兵。盟军厚爱，云必尽心竭力，以报将军。请。向年于北地，出生入死，屈辱道路，威名大振。本以为天下英雄不过如此，谁知南下一战，
竟在袁绍之辈手中受挫，终是自大骄狂，小觑群雄啊。我归兄无需介怀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恕无失策。既然兵马未受重挫，他日整军再战便是。贤弟莫忧，暂不至于小挫丧志，只是冀州之地此前人心所向未定，经此一战，恐皆岁岁欲从于袁绍，冀县难以指望。吾还欲另择一地筑城，一者屯军整训，一者广积钱粮，以备不测。城住何处？可住在易县，于易水河畔层起高墙建塔，内建雄楼，名之为易经。此间战事既停，吾屯军渤海以阻袁绍，还需另遣心腹监督营建易经。督造易经之事，便交由吾孩儿吧。阿徐、阿贵，汝二人暂不必随我回渤海，可带5000军士，并1000义从，进去易县。但有消息指令，吾皆快马吩咐。子龙也一并同行吧，千万护佑他二人周全。谨遵将令。
子龙，军中不少兄弟于界桥一战中负伤，我先去军医处探望，随后与子龙在营中会面，如何？自然，云自去军营中等候。
父亲年老待不得家呀。如今赋税太重，家中已无粒米，实在无粮充税，还望哀怜。莫要废话，交税纳粮天经地义，三日之内不把粮凑齐，便将汝等一并捆了，滚开。我要管我这老汉了，快快回去。且住，汝身为将士，当哀怜民生，焉敢如此胁迫百姓。汝又是何人？我奉公孙将军之命捉拿拒不纳粮的刁民，劝汝少管闲事儿。公孙将军之命，公孙瓒命汝纳粮，可从未命汝这般欺凌百姓。什么人？咱连年征战，征了百姓多少粮米，今岁又是灾年，我已另减税赋，汝等如何这般刁难百姓？有人路见不平，汝等还要再害好人吗？末将也只是照令办事，而若是不成，我也无法交代的。公孙瓒那里我自会去说，我好自为之。末将遵命。少年郎，不错。Thank you.
子龙，听闻你在路上与人有所争执。回禀李公子，云方才见到有公孙将军部下王门强抢百姓粮食，欺凌乡民，故起冲突。但后来有一车马路过，里面一位长者喝止了王门。听二人交谈，那长者似乎是周穆大人。周穆乃是刘伯安大人，他平素体察民情，许是你正遇上了。王门所为，并非父亲大人斥力，我且先记下，日后必将惩处。子龙将军初来幽州，便见到如此情景，实在惭愧。女公子能秉公执政，心系百姓，令人佩服。如能严加整顿，必定大治。一城初见，杂物繁多。近日翻阅账簿，发现账目甚是混乱。我于清点库房，想请子龙先去查看，不知子龙可否相助？云自当竭力相助。仓库失火了，方玉清的政策便其失火，当真蹊跷。救火要紧，速去看看。褪去焦尸似有些不对，这令牌此人莫非是仓库管事？不如带去请女公子一看。尸体已经焚毁，但四周并无遮蔽，死因未明。此
此事颇有蹊跷，先将副管事好生安葬，子龙可随我去见王门将军。说仓库起火一事是否你所为？将军饶命，小人实在冤枉。死人仍在狡辩，王将军还在等什么？这就将汝就地正法。此人所犯何事？王将军为何这般打？这厮因为赴约操练至时限，遂私逃出营，定然与仓房失火有关。赵将军来此不久，似乎事事都要过问，可是认为王将军管不得小小一兵卒？使者此言差矣，赵将军所问甚是，纵有嫌疑也应先行收押，王将军如何越法独断？这属下使者不在营中休息，又何故来此干预我军中之事？我不足共物因火而毁，我自当查明因由。此事子龙兄与我自会处理，汝宜客居外室，修行越俎代庖之事。王将军既认为此人与纵火一案有关，且将其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方才王将军之事，定有隐情，只是一时不慎，疏忽一事。如今风波诡谲，大牢未必安全，我如今另有要事，难以抽身。子龙，请带我速去大牢一趟，探查冯渊，问明情况，确保其无事。赵云遵命。赵将军来此有何贵干？奉阿贵将军之命来此探访冯渊。原来如此，赵将军请。进门东面最里面一间便是冯渊关押之处。
赵将军来此有何贵干？奉阿贵将军之命，来此探访冯渊。原来如此，赵将军请。进门东面最里面一间，便是冯渊关押之处。冯渊如何死了？你们可知详情？这，小人也是这才知道。详情如何，小人实在是不知啊。待我在牢中查看一番，或有蛛丝马迹，也未可知。墙土有不少剥落。面呈紫色，双眼突出，不似自杀。茅草铺成的床铺，茅草之下似有何物，似有血渍属于其上，只是字迹不大清楚。城外大营，黑市。旧照看城西楼，爸，此人可怜，且去其家中探望一二。
子龙兄怎会来此处？因冯渊在狱中。嘘，子龙，此间切勿提及牢狱。阿贵呀，可是来客了。婆婆，这是阿贵朋友，姓赵名云，字子龙。子龙，还不快见过范婆婆。在下赵云，是阿贵好友，也是冯渊同袍，正好和阿贵一起看望婆婆。好，好，你们都是好人呐。我们这附近住的都是贫贱百姓，自从我儿冯渊投军之后，家中无人，孤苦可怜，承蒙阿贵不嫌弃我们低贱，常来看望我等，施舍衣食，四周百姓都是感念不已。婆婆不必客气，大家生活不易，阿贵绵薄之力能有所帮助，便再好不过。好，好，两位稍坐，婆婆去烧饭。女公子，我方才赶到大牢，已是迟了一步。冯渊已死于牢中。冯渊已死。可怜婆婆只子一儿，也遭横祸。幕后之人行事如此狠辣，真是可恨。仔细想来，此事前后都与王门有所关联，此人恐怕脱不了干系。奈何尚无明证，无法指认。子龙所获冯渊血书，上写城外大营、黑市等地，莫非？有人倒卖我军物资，若是如此，纵火之事会有线索可查。两位酒后了，饭食已备好，请进屋用饭。婆婆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还需尽早归营，恕不能久留了。过意不去，这几个炊饼请收下，也是婆婆一番心意。对了，还希望阿云能帮老婆子个忙。我家渊儿在军中不能回家，请帮我把这包炊饼给他带去，告诉他在营中要好好吃饭，爱护好自己。我还盼着他早日归家了，娶妻生子呢。这，云一定带给他。婆婆且保重身体。事到如今，我二人需往城外大营走上一趟。若真有人私自贩售军中物资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您先去调查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待寻得踪迹，再由女公子定夺。子龙所言有理，既如此，且要小心行事。待有蛛丝马迹，即刻报我。说营外有人伤旅，不论何物皆可买来。可是如此？将军初入军营，不知此事也正常。那商人
就在城西河边，你去那里接到一船便是。需要对个暗号，对方说日中之屋，需得回复东海之门，方有接应。源于城外寻得一商旅，其商品多有军器辎重，想来乃是营中之物。粮草器械乃大军之根本，何人这般大胆？此番有幸子龙打探，子龙可回营稍作休息，待我遣人去将此商贩拿回审问，再做商议。虽未能问出主谋，但接头地点与暗号皆已交代。子龙兄可以此暗号引蛇出洞，以火箭为号，前后夹击，定能擒获。赵云遵命。怕此次如给不出，情况不对，是白凤，撤！既如此，那就拼个鱼死网破。小儿毁我大事，可恨！
调走了此人，子龙速追。王门，奉将军之命捉拿叛贼，来人将赵云拿下。谁敢拦吾？王将军，此事何故？计划已破，汝便与这易京城一同焚毁吧。是吗？将要命丧易京之人恐怕是汝。将军，不关我事，我是被这胡人胁迫，实不得已呀。属下绝非背叛将军，绝非背叛。我手中却有你书信，上书复兴已葬身军仓火海，冯渊已毙于狱中密室，诸事已救。万望使者勿忘许我之金银富贵，恕还在此狡辩。这是属下错了，一时财迷心窍，将军饶命。将军，公孙瓒，今日有赵云助你，不然此城已毁。数年筹谋，许一旦，可恨，可恨！将此二人拖下去。此次有赖子龙与阿贵机敏，察觉王门与东湖勾结图谋，未让东湖奸计得逞，否则易京难保。子龙立此大功，随我回易京楼，备盛宴欢庆。